说的不行，他说过来一遍。你说一遍吧。哦，我不说。不心动挑战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的不心动挑战第二期，然后今天的惩罚措施，谁心动了，谁心动了就要喝这个，好像是前年过年的时候，我送给林美达的鹿茸，泡了一瓶二锅头，到现在也没怎么喝，是因为酒不好还是鹿茸味不好？就是酒也不好，鹿茸也不好。鹿茸怎么不好啊？今天就要好好给你补一补。开始。不心动，我去你家洗厕所。免了，免了，不用不用，我刘明达可以洗。你心动吗？没有，为啥要心动？没有，没有戳到我的哪个点。好，那心动的扣一，好吗？这是哪个明星吗？不是，长得有点像井柏然。长得是挺帅的，也不像井柏然。井柏然跟他五官差多了。他也是老油腻了。他也是油王之一。不过他跟那些油王不一样，他是故意的去拍的。万一呢？万一自己拍的油的？万一人家就是借着调侃发表，人家也许人家就本来就想这样的。没有，他本人不这样。咱们不是在成都哪一次有看到他吗？国人节的时候。啊，没有，我在想，你说的是什么时候？国人节的时候，他去看展吗？啊，有看到他吗？啊，他本人不这样。你说我有印象。你要喝吗？不喝。好，下一个。这小猫咪挺可爱的，这是金渐层吗？眼睛大大的。没有 Yuki 可爱，你看 Yuki 现在也看着我， Yuki 眼睛也大大。正在吃醋吗？那你喝吧。我不，为什么要喝？ Yuki 都吃醋了。你笑了刚才。我不想喝这个酒。你快点的，快点，好好补一补。鹿茸呢，好东西啊。不好喝吗？我送你那礼物，你竟然嫌不好喝，啊？下一个。啊，这个是李嘉欣，是吧？你演过什么？看着好眼熟。鹿鼎记里面的那个建宁嘛。她长得是挺漂亮。她长得很好看。我挺喜欢她的。那我为了她喝一口吧。你看她长得不好看。长得好看，我说她挺漂亮的。这叫什么自食其果？这也太难喝了吧！你自己要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喝。是这样吧，你输了你喝这个酒，我拿了瓶可乐，我喝可乐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你看你能喝你就多喝点。你能喝你就多喝点。让着我一点能怎么样？这太难喝了，我都吐出来了。你可以拿它去兑饮料，兑上饮料说不定。哎呀，不要，更恶心了。我都那样了，你还让我喝？我都吐出来了，我这是今天没怎么吃东西，这都消化了，要不这一口都吐你脸上了。我喝可乐嘛，行不行？行吧，行吧。好，下一个。你是笑里的甜，还是流泪里的咸？为何种种味道我最想念？长得挺干净。好多人说他长得像我，像吗？你觉得？不像。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像。好，下一个。发型一样，可能是。我头发崩不成，我看看怎么变成这样。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好帅啊。就是矮了点儿。这也完美，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高。我对他，因为我就他，我看过他的影视作品，没有看的那个刘德华的多，但是还是很帅。来吧，干杯。少喝一点啊！我好恶心啊，喝的那个。小孩子都抵挡不住这样的笑容，是真的吗？很可爱。他笑起来真的很好看。有点像杨幂，你发现没？没有。你再看一遍。他笑起来眼睛都没有了。你再看一遍，是不是有点像杨幂？说男孩子都抵挡不住这样的笑容，是真的吗？这很可爱。大笑起来眼睛都没有，不像杨幂吗？不像，有一点点像，太可爱了。哎呀，
别难为自己，别难为自己。你看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，现在。我顺一下。嗯，闲茶。他长头发没有短头发好看。嗯。但是英，他长头发就是那种英伦风的帅哥。他这个是短头发，也是英伦风的帅哥。就是，但是啊，我觉得他短头发好看。就是那个呼唤你的那个里面，当时是好看。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，来吧。他没有心动。好吧。就是单纯的觉得好看。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心动，但是为了他，我觉得可以喝一个。下一个。来吧，来吧。干嘛？就为了最后还定格在这儿。不，我这是出于报复的心理。你放进去的吗？嗯。你可以说是粉丝放进去的，你不说谁知道是你放进去的。啊、粉丝投的，这是粉丝投的，不是我放进去的。你看，为什么一直停留在这儿？为了报复这个油腻表情的 PK。明了。那你不得喝一杯？不行啊，我报复他，我为了报复，我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受罪？你都蹭了人家 B 站一姐的热度了，你还不为人家喝一杯？没有，是安徽徐熙娣。好吧，来吧，咱们俩干杯。刘娜，你干嘛背着我出去穿裙子？这都谁呀、啊？这还手拉手的啊！我当时有人给我截图过来，然后我点进去那个视频一看，我都觉得那是我自己了，你知道吗？单看脸，就是哎，还在想我上一点点拍，就光上半身就特别特别像。然后那个衣服跟我有个衣服。logo 还特别像、啊、对，特别像。还有粉丝在群里研究的，当时我看着说这个衣服是不是林丹衣服，要不是这个身高真的暴露了他。然后前两天我正好也是那个发色，对，那种回去穿裙子，为了林丹喝一个吧。好，以后不要再催女装了啊，看见没，女装过了，女装过了。啊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，它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问问他。贝鲁奇，对，外国的女明星都脸盲，我感觉都长一个样，瘦长得好，瘦的都长一个样，胖的都长一个样。我比较喜欢看这种成熟的女生，就比较成熟有风韵的这种。好，下一个吧。嗯，你没看过？请回答1998。阿泽长得挺韩范儿的。嗯，很可爱，就呆萌呆萌的。你不喝吗？不喝呀。你不是说他可爱吗？是挺可爱的，但就没有心动啊。好吧，应该那有一点我要说呀，但其实哎呀，太难挑素材了。我觉得这个不心动挑战的素材太难选了，因为感觉抖音上的那些都看腻了，就看的就已经哎，你看刘文达事儿都多，抖音上的都看腻了，然后明星又有距离感，那你说应该挑什么？我把所有的私信都看完了，你那边私信，我这边私信，然后挑，没有什么。我也不喜欢就是那种对着镜头拍的，其实抖音上也有长得好看的，就那种我觉得那种拍的就不经意之间的，对，就是抓拍，可能第三视角抓拍，然后回头笑一下那种，可能会。很好看，对啊，很有魅力。我可不可以说腹肌的那个事儿？可以啊，你个人的审美了吗？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审美。我今天我真的要说一下，就这期私信里面有特别多的视频，就是那个有什么男生露腹肌的吗？我觉得这个视频真的就是一个很奇怪，有个别的视频啊，就有一些很奇怪的，他明明他就是瘦出来的，因为有一些男生体脂比较低嘛，嗯，就特别特别瘦，瘦出来腹肌，你一看就感觉很不健康，而且他没有胸肌。就这都是平的，然后还特别瘦，这是肋骨，然后瘦就是体脂率低，瘦对呀、啊，瘦出来那个腹肌，但是没有训练痕迹的那种。对，就让人感觉看着特别不是不健康，就是你不喜欢、就是，对，我不喜欢，会有人喜欢的，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点赞呢、嗯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也不喜欢那种有特别就是明确的那个什么性暗示的那种视频，我觉得很低趣味，就很无聊，让人看着。我刚才刷到就是看私信里面好几个那个什么。
然后好多同学什么好久没看我顶胯了，我觉得。总而言之，总之就是这个素材挺多的，但是就是，嗯，可能就是我们俩太挑剔了。就是太挑剔了，他又不看剧，然后他也不看电影，嗯，然后我看的没有国外的可能比较多。没有，那就算是。然后他又不喜欢明星，然后我又不喜欢那种就是那种摆拍的，就我们两个，嗯，就挑不到一块去。其实我觉得国外的原本挑素材的时候，我挑了好多国外的，他都给我砍掉了。就是没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一个影视混剪，你说没有混剪啊？他们好看是肯定好看，五官是好看的，然后没有啊，长得也是好看的。刚才但是不是？但是你说他心能让你心动吗？也没有让你心动。你不懂，我看刚才我原本我挑的有一个那个什么杀死伊芙的那个片段，小变态那个和那个伊芙嘛，嗯，然后他就说伊芙长得难看。说实话实说，伊芙确实是长得不好看，长得像林永健。但是你就要看过这个剧，你才能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。没有啊，心动挑战就要的就是那种，就是对呀，我看了就心动。虽然没有，就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所以我他这个打的就是你十秒钟的视频，一条视频你能看得出来什么？就是要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。所以那我就喜欢林永健怎么样？我就喜欢林永健怎么样？我就喜欢小眼睛怎么样？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嗯，来，嗯。跟大家说拜拜，丁某，丁某，看镜头，拜拜，拜拜。